寸退缩，不必畏惧别人诽谤，更不需要言语的辩驳。只要我们人力实修，对自己虔诚，不存疑惑，人类的别管牺牲后将会如何，至少我们珍惜付出过，不必着急的建造成果，更不需要得到大收获。只要我们福音来传播，救众生别管离别时心情沉重，至少我